小朋友，我哋一齐嚟念《笑呵呵》呢一首儿歌，感受一下翻学嘅乐趣啦！笑呵呵，学校生活乐趣多，同读书，同唱歌，大家快乐笑呵呵。学校生活乐趣多，同读书，同唱歌，大家快乐笑呵呵。同其他小朋友一起唱歌好开心的，不如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一首关于学校的歌啊。小朋友，你今日食咗乜嘢水果啊？睇下以下呢一首儿歌，有冇你食过嗰种水果啊？排排坐，排排坐，食水果。昨天食香蕉，今天食苹果，排排坐，食水果。昨天食香蕉，今天食苹果。水果的颜色又多又漂亮，
你认识几多种水果啊？我哋一齐嚟玩一个游戏啊！你估下呢种系咩水果？你又估下呢一种系咩水果？小朋友，谂唔谂到答案啊？俾心机啊！答案系苹果啊！你估得啱唔啱啊？再估下呢一种系咩水果？小朋友，你系咪谂到答案啊？努力啊！答案系西瓜，你估唔估到啊？再估下呢一种系咩水果？小朋友，谂到答案未啊？就快够钟啦！答案系橙，今次你又估到吗？我哋每个人嘅身体都有两个哥哥同两个公公。你念下以下呢一首儿歌，就会知道点解嘅啦。哥哥和公公，我有两个好哥哥，膝头哥和小臂哥。我有两个好公公，手指公和脚趾公。我有两个好哥哥，膝头哥和小臂哥。我有两个好公公，手指公和脚趾公。我哋身体各个部分都好有用噶，不如我哋一齐嚟唱首歌，认识下身体唔同嘅部分啦。我有两个好哥哥，膝头哥。
小朋友，你会唔会自己刷牙洗面噶？如果会嘅，就跟住我念以下呢一首儿歌啦。我是一个小朋友，会行会跳又会走，刷牙洗脸自己做，不用别人帮我手。我是一个小朋友，会行会跳又会走，刷牙洗脸自己做，不用别人帮我手。有一个小朋友叫做轩轩，他只是得三岁，但是已经懂得自己做很多事。以前他只是懂得在地上面爬，现在他已经懂得行路，除了用单双脚跳之外，还可以跑得很快添啊。轩轩又懂得照顾自己，很多事都不用大人帮手做，他现在已经懂得自己刷牙。你看轩轩的牙齿几白，他还懂用毛巾洗面，将块面抹得干干净净。轩轩的妈妈来检查了，她都赞轩轩做得好啊。圆碌碌的月饼真是好像中秋节的月亮啊。我们一起念儿歌吃月饼吧。圆又甜，水果甜，月饼圆又甜，中秋节月亮圆，水果甜，月饼圆又甜。中意中秋节，因为中秋节有好多佢中意食嘅嘢。你睇下安安喺呢个中秋节想食啲咩啊？安安想食月饼。传统嘅月饼系用莲蓉同埋蛋黄做嘅。安安又想吃冰皮月饼，因为有很多种味道可以选，例如绿茶、红豆、芒果等等。
安安又好想食沙田柚。沙田柚啲皮好厚，可以做灯笼玩噶。仲有橙色嘅林子，又靓又好味。安安谂起都流口水啊！当然唔少得又甜又多汁嘅杨桃啦。安安最中意叫妈妈将杨桃切成星星形嚟食嘅。小朋友，中秋节就快到啦，你又想喺中秋节食啲乜嘢呢？小朋友，你屋企有咩家庭成员个？你可以邀请家人同你一齐念《我的家》呢一首儿歌。我的家，我的家有爸妈，亲亲爸爸，亲亲妈妈，大家笑哈哈。我的家有爸妈，亲亲爸爸，亲亲妈妈，大家笑哈哈。我的家，我的家有爸妈，亲亲爸爸，亲亲妈妈，大家笑哈哈。我的家有爸妈，亲亲爸爸，亲亲妈妈，大家笑哈哈。小朋友，我哋一齐唱翻首同家人有关嘅歌啊！我的家有爸妈，亲亲爸爸，亲亲妈妈，大家笑哈哈。我的家有爸妈，亲亲爸爸，
小朋友，我哋一齐嚟念呢一首儿歌，睇下儿歌里面嘅小朋友似妈妈多啲啊，定系似爸爸多啲啊？镜中的我，活泼可爱小娃娃，照照镜子看看他，又像爸爸又像妈，活泼可爱小娃娃，照照镜子看看他，又像爸爸又像妈。我哋今日会举行一个最似模似样家庭选举，睇下边一个家庭嘅仔仔或者女女同爸爸妈妈个样最相似。第一个出场嘅系一家三口嘅家庭，你睇女女嘅眼睛好似妈。长的是一家四口的家庭，他们整家人的眼睛都圆碌碌，个个都精神奕奕的啊。跟着下来是这个家庭，他们一家三口的鼻型都很相似，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家人。最后一个出场的是这个家庭，家人个个都笑得咁开心，我就觉得佢哋嘅笑容最相似啦。好啦，小朋友，而家开始投票啦，你觉得边个家庭嘅仔仔女女同爸爸妈妈最似样呢？有个小朋友每日都准时起身翻学，因为他有时钟先生这个好帮手。时钟先生，滴答滴答，时钟先生在唱歌，滴答滴答，时钟先生叫起床，滴答滴答，时钟先生叫上课，滴答滴答，时钟先生在唱歌，
滴答滴答。时钟先生叫起床，滴答滴答。时钟先生叫上课。小朋友，你识唔识得我啊？我叫时钟先生啊。我最喜欢就是唱歌，你听过我唱歌未呢？我的工作是告诉小朋友知现在几多点。我知道有个小朋友叫安仔，他好难睡的，成日都唔知醒，搞到朝朝翻学都迟到。后来我去咗佢屋企住，每朝早我就唱歌叫佢起身。从此之后，安仔翻学就再冇迟到啦。小手巾每日都陪住小朋友翻学，我哋一齐嚟念下呢一首儿歌，睇下小手巾点样帮小朋友保持清洁啦。小手巾，小手巾来帮忙，抹抹嘴，擦擦汗，用完接好袋里放。小手巾来帮忙，抹抹嘴，擦擦汗，用完接好袋里放。小朋友，小手巾想同你玩游戏啊，你准备好未啊？小手巾上面有四隻动物的外形，小朋友你估下这些是什么动物来呀？小朋友你估到答案没呀？加油啊！兔仔，跟住呢一只系长颈鹿，最后呢一只系小鸟。小朋友，你估得啱唔啱啊？